Hello， 我最爱的深夜炸串又来了。先吃喜欢的炸香蕉。炸香蕉，你们一定要试试看，太好吃了。这个鸡肉虽然有点韧，但是越嚼越有肉香。哇，这皮玩的太香了。这个酥脆的声音要把小编馋哭了。里面是满满的虾滑，炸鸡东西。蘸了炸串酱更好吃。炸葱心，好嫩哦。这烤菠萝真的绝了，酸甜可口的。肉馅里面的爆浆芝士太绝了。这是包的香菜。比起豆皮包香菜，我更喜欢豆皮包韭菜。烤腰花，
你们猜猜看这是什么？炸果条。潮汕的果条，你们吃过炸的吗？这个好细致啊。哇，这个酱料真的太香了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